吃肉，要不小心把它吞下去，那难办。军师哥哥，你怎么竟然铁牛干这些要性命的事儿？你说办法也不许说话，别的事我不管。若有事情，去找行卫的。啊，贫道找的是你，而不是进出武当庙的酒食。你个看相，你看不出我心中烦闷吗？